温暖跨海交流，两岸 NGO。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时代巨轮不断往前，但是66年前1月27号的今天，一艘从上海开往基隆的太平轮，相传因为在舟山群岛附近和另一艘船相撞而沉船，结果造成大约1000人罹难，30多人幸免于难。而正值国共内战，又添生离死别，至今仍旧没有抚平罹难者家属的伤痛。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以文字来记录太平轮事故的资深媒体人张典婉，来告诉我们这思念背后的心声。非常欢迎张小姐，您好。哎，您好。我想面对伤痛哦，有人选择是封闭，但是张小姐你却以笔来开启他们的心房，让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首先是不是先告诉我们你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因为太平轮是1948年的暑假开始开航，那开航了半年，然后在1949年的1月27沉没。它每天每个礼拜有两个固定的航程，就是上海基隆对开，所以它是固定的一个就像渡轮一样哈这样子的一个商船，就是做接驳载客的商船。那我的母亲早年是在大概就是国共内战第一次战败以后，我的母亲因为他们是住在上海的富豪人家，那我的父亲是台湾人，所以他们就想要到台湾来避难，所以我的外婆啊、阿姨、舅妈就全部一起搭上了1948年12月的太平轮。大概过了三四个礼拜，这艘船就沉了。那当时对两岸这个想要往返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这些长辈来说，就投下了一个震撼弹。所以我的母亲她生前一直告诉我太平轮的故事，所以我才在她过世以后，我找到她当年带的太平轮来的黄金啊、电话本啊，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写一个家族故事。家族故事里有艘太平轮，后来因为刚好有一个机会，就加入了寻找太平轮这个纪录片的小组，就开始一起做寻访的工作。2005年是寻找太平轮的纪录片出来了嘛，问世，然后在各个电视台播放。那接下来就是我在太平轮60周年的时候，就出版了繁体版的《太平轮1949》。然后第二年去海记，我把版税捐出来，大家去海记。海记之后，在2011年又做了一个大陆简体版本的修正版，是3年出的。然后又一路跟着这些家属们一路走来，大家也都像家人吧。说来短短不到3分钟时间，但是已经道出过去这60年来这艘太平轮，那么其实在背后有很多我们可以进步来谈的哦。其实您刚刚说您家是原本住在上海，但是也会在台湾这边经常是往返的，可以想见当时候的两岸交流是非常频繁，也有住在台湾的，那么也有在上海经商，那么住在上海的也会到台湾来做一些贸易。您说您的母亲在生前的时候就告诉您太平轮的沉船的这样一段过往很小的时候吗？他告诉你的时候，所以你记忆很深刻啊。对，我的母亲常常就讲说，因为我们家的狗也是坐船来的，小时候我们家的狗，那另外我母亲家里用的东西啊、餐具啊、很多衣服啊，都是她坐船带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生活中就几乎是一个太平轮的影子这样子，所以就常常听我母亲谈到。那长大以后当然自己也做新闻工作嘛，可是我做新闻工作可能跟纪实文学完全不相干，反而是在离开了文字现场以后，才有机会去好好的从事自己喜欢的纪实文学，就是所谓的报道文学吧。那刚好就是有这个机会替我母亲那一代的人写一个故事。其实我觉得短暂的抽离反而会能更清楚看到一些事情哦。您刚有提到2005年纪录片就是太平轮上映的时候，你有去看吧？
对你的内心的冲击？他当时没有在院线，当时还不流行院线上映，要出资方是民进党的族群部还有凤凰台两个各出一边的资金，然后在台湾的电视台轮流播放。所以当时也造成了一阵旋风，很多人了解了这段故事吧。所以也更触动了您，想要用您所熟悉所擅长的方式用文字来做一些记录。所以从2005年之后，你就开始寻找这些幸存者或者是罹难者他们一些家属的一些影像声音哦。应该说是在2004年，我们决定要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然后有成立一个小组，然后就有很多，也有一个部落格，然后是我自己也在中国时报有中时的电子报有部落格，然后另外我们也开了一些外面的网站，然后就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给我们讯息，然后我们就不停地发，然后就找到了美国的、澳门的还有大陆的，就各个人都有跟我们联络，就是受难者家属啊，是出生在太平轮的，然后住在美国的，然后各个讯息都有，所以我觉得那是一阵翻滚。然后2005纪录片寻找太平轮出放映之后，就有生还者的家属跟我联络，生还者的晚辈吧，住在新竹苗栗那一带，他就讲他那个叔叔是坐在太平轮里罹难，然后是1000个人里面36个官方说法的生还者。那我就在2005的5月我去香港看他，第一次有生还者出现。去年他已经过世，所以前两天我去参加他的告别式在香港，就整整12年了。然后我也去过他后来福州的家，也有跟他的晚辈就相处的还不错。像这些故事也都是一个一个出来的，包括像2009繁体版的书出版以后，太平轮出版。然后台湾我也找到一个生还者王兆兰女士，那2011年简体版在大陆，就是我公开有十几个城市的分享会，然后每一场分享会都有很多新的太平轮的相关者出现。那杭州就好特别了，杭州就让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太平轮的生还者，在北大的周其秀教授。那整个杭州陆陆续续分享过3次4次，每一次竟然都有一个新的线索，有的人就告诉我他做过太平轮，就在底下的那个听众就有人做过太平轮，我就觉得每一次的分享都是一个惊奇吧。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汇聚哦，还有看到一些也许您意想不到的人，这是您期待的哦。那么在期待之后想要做些什么事情抚平伤痛，或者是说还原当时候是历史吗？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在驱动着你？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没那么伟大，我的想法只是觉得说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记录一代人的声音啊。那我觉得他们那一代的人有很多想法，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觉得哎，我就把他乡住成故乡了，然后他们也来不及跟自己的故乡跟亲人道别，然后再回首两岸通航通游之后再回去看已经人事全非，这样的悲剧其实跟那种无奈其实很多人都有，很多人的家里都有一个1949的故事，那只是说我比较幸运，就是生在一个可以看见很多1949的故事，尤其家里在小的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伯伯们他们在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旁边听到了，那只是说我不晓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只是长大了我自己从事文字工作，我也有一支笔，那我就是学习聆听吧，把别人的故事记下来，把别人的悲惨记下来，像而且我觉得历史啊，其实不是大人物的历史才叫动人，我觉得不是战争的那种你的战功多彪悍才叫做历史啊，其实我很厌恶这些东西，我自己觉得小人物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故事才是曾经在历史上写下一页的动人的火花吧。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那么可以透过很多方式来做一些记录。
当然这一起的事故是遗憾，嗯，但是你用这种声音帮他们做一些难得的记录。嗯，而且我觉得我的书里不着重在他的比方说事发现场啊，因为我不是灾难记者，我也不是研究鉴定专家啊，我的专长可能是在于记录他们怎么去回首看这个往事，跟他们这么多年来在台湾、在香港、在美国、在澳门、在世界的各地，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纪念这件事。其实后来他们的后代每一个都不错，我觉得都好努力，好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啊，比方说有李昌钰博士啦，嗯，啊，还有名评家张昭雄先生啦，嗯，那还有很多就是经商有成的人啦，嗯，甚至在散居，我这次还到美国去采访一个伊丽莎白，嗯，那他的母亲还用英文写了一个太平轮的书，嗯，也是很让人家动容的。是，嗯，人生伤痛跌撞是难免的，但是重要的是要往前看哈，哦。不过我们也知道这几年你们也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除了分享之外，在两岸台湾还有中国大陆这边也有一些追思悼念的一种方式哦。那么就以在台湾的话，嗯，有一个纪念碑嘛，对不对？就在基隆这个地方。基隆是1951年弄的，嗯，是是。那目前推动似乎是有一些受阻的情况，是吗？原本是在国军的一个营区，是不是？其实他最早的时候，嗯，当时因为基隆没那么人多，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海水浴场的旁边，嗯，对着海岸的港口，嗯，然后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那个填土啊，海水浴场就变成了一个陆地，然后隔了大概几十年以后，那个地方就化为军事区了，就一个营区了，就把那个碑给盖在围墙里面了。当时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去注意，直到2004我们进去看了以后才发现，哇，这个是一个营区。那后来很多家属就说这么多年了，他们很是期待说那个地方能够让大家自由的去追悼，嗯，那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意思，所以家属们就希望他能够迁碑迁出。那迁碑迁出的话，照理因为它已经是国军的财产，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国防部，就国防部就讲了要全部家属的同意，嗯，那我们去哪里找这个1000多人家属同意啊？对不对？嗯，这不是很奇怪吗？嗯，也找了文化部，文化部也不置可否，就大家就推来推去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嗯，有只要一个部门出一点钱，嗯，把它移出，然后在基隆港找个地方放上去，嗯，因为有几个家属就期待说旁边有所有罹难者的名字。然后简单的记录这个事实，嗯，那我个人就觉得这其实也就是跟我们为什么要保留基隆码头是一样的，嗯，啊，因为其实基隆码头有太多的沧桑，太多的历史，它也是一个历史建物嘛，嗯，对不对，嗯，那如果把太平轮纪念碑移出，在旁边稍微整理，用一个公共艺术的方式，其实也就是一个可以追悼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样子也很简单，也不需要盖一个房子，也不需要盖一个什么东西。不过听来现在目前似乎是有瓶颈必须要去突破了，对对对对。然后我也看到是不是也有立委希望能够把1月27号这一天就定为纪念日。对对对，嗯嗯，那因为郑丽君立委就很好意，他先生也是基隆人，他本身是文教组召集人嘛，哦，立法院里面，那我觉得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也很感谢就像郑立伟的善心跟主动的，因为我们大概也希望1月27它是一个民间的伤痛，但是也是一个开端吧，因为接下来就是大量外省移民到台湾的日子了。是，哦，对对，是。那至于在对岸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纪念的方式？我知道舟山群岛他们在去年成立民间嘛，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太平轮研究会。哦，研究会，对对，他们就是说啊，自己的家乡舟山有这个故事，怎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而是我们去了之后他们才了解，所以他们也成立了舟山的研究会。因为我去过舟山，舟山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就是那个小岛的居民，早年都有听过太平轮的故事，或者他外婆，然后救过一些人上岸，他外公因为很多渔船忙着救人，嗯，所以当时很多舟山救起了很多人，
然后可是这些人都不在官方名单，就自己脱困了活着就回去，甚至舟山还有一些小岛上面有当时救起来没救活的那个太平轮的亡者，那个墓都还在，然后舟山的老渔民都还会去跟他们祭拜。嗯哼哼，嗯，就是很动人的故事还蛮多的。嗯哼，那当然也有，就是说像舟山那边也老渔民也有跟我讲，有很多不孝的海盗会去那边炸船，哦，所以他们就是炸沉船，所以太平轮里面的船已经定锚。嗯，那当时的文化局长给我看了，就定锚定什么都定好了。哦，可是呢，他们也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剩下船壳，还有当时的尸骨，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一些罹难者家属来讲比较会难以接受吧。那所以太平轮研究会也就在去年吧，就成立了一个研究会，也正式提案要做那个太平轮纪念碑。哦，我们很高兴，对两岸呢都有不同的方式啊来追思悼念嘛，哈。那我们在台湾会不会有类似的协进会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大概因为他们年事都高，所以我们就用太平轮联谊会联谊会的模式，因为他们年纪大部分家属都年纪高，你很难用一个协会要正式操作啊的模式去运作，所以我们就用太平轮联谊会的方式。每年就是1月27的聚会嘛，那有空的时候就大家喝喝茶聊聊天，就当作都是朋友这样子。那两岸会没有可能会聚在一起的机会多吗？大陆那边也很多人想要，这也牵到纪念碑的问题。大陆很多家属来自由行都想去看那个纪念碑鞠躬或悼念，可是都进不去，因为它长在军营里，军营必须要申请或者是走程序。对，这也是想说，我们如果可以让他在外面，其实也是一个任凭。就大陆旅客啊什么也都可以进来看嘛，对不对？因为他们有很多受难者家属，后来发现台湾的有一些就大陆的其实更多。就陆续有在请我帮忙找人的很多。我想从张廷婉小姐今天跟我们谈你要有记录的方式来寻找这些人的脸谱跟声音呢，道尽的人生的悲欢离合，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些希望。两岸现在交流也这么的频繁了，当然我们再回顾过去这6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两岸，整个时空都已经完全不一样，我想很多人有不同的感受是点滴在心头。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在两岸有不同的方式都来追思悼念我们的这些罹难者，或者是来纪念这段往事。我们希望激起一个正面的一个思维，勇敢来看未来。好，非常感谢张廷婉小姐，那么今天我们揭开66年前的这艘太平轮渡海的悲剧，那么期待这个追思悼念抚慰更多人的伤痛。非常谢谢张小姐，谢谢您。谢谢你。